大家好，又是我 PTS 特約報導員阿 Man 啊。咁今日咧又想同大家介紹一個新嘅產品，就係我手上咧由呢一個 Most Light System 推出嘅 Mo Button 啊。咁你冇睇佢細細粒咁樣啦，其實佢好有用噶。咁樣咧，佢有分別有呢個開關普通版本啦，同埋呢一個 Offset Man 嘅版本嘅。咁樣咧，佢主要嘅賣點咧就係佢夠細粒。咁就算裝落喺支槍上面啊，你都唔會覺得佢好牙渣，用咗好多位咁樣嘅。同埋啊，佢同時間咧亦都得到呢一個 Unity Tactical 嘅幫手啦。咁令到佢個設計啊同安裝方式咧都好適合裝喺 Surefire 戰術系列產品上面啦，同埋 Bowlight 自家出品嘅設計上面嘅。咁一定會問啊，究竟點解我要揀一個咁貴嘅掣，而唔去求其揀一個掣咁就搞掂咧？咁啊 ，Mo Button 嘅線路咧，其實係經由呢個 Unity 嘅專利設計啦，可以喺供電俾高效能電筒嘅時候咧，有一個穩定嘅輸出，從而咧就減低呢個對電筒內部嘅消耗。咁啊，如果你用咗一個唔適合嘅開關啊，咁根本就會有機會影響到電筒嘅續航能力，甚至影響到佢嘅壽命嘅。咁所以我哋咧都唔會建議你求其用一個雜乜牌嘅開關掣噶。另外啦，舊有嘅開關掣咧，往往因為先天嘅設計啊，令到佢嘅電筒輸出量咧唔可以輸出到最大，咁光量咧大概減少咗15%至20% 度啦。但 Mo Button 咧就改善咗呢一個光量嘅問題嘅，咁可以令到你有最大嘅光量度輸出啦。咁同時間咧亦都有一樣好重要嘅嘢，就係佢有一個1米30分鐘嘅防水功能。咁當然啦，就唔係叫大家話長時間要落水用咁樣嘅，不過啦，可以喺呢個落雨時間用咧就一定冇。最後啦，咁 Mo Button 咧，佢嘅標準版本同埋 Offset 版本咧，分別都有呢個黑色同埋沙色所揀嘅。有興趣嘅師兄咧，都可以去我哋嘅網站度選購噶。咁今次嘅分享咧就係咁多啦，記得三部曲 CLS Like Share Comment 我哋嘅 YouTube Channel， 仲有 Subscribe 完我哋咧要撳個鐘仔，咁喺下一條片嘅時候咧就會收到通知噶啦。好啦，拜拜。